有三个重点。我们让全世界看到台湾，不是看到我们的真善美。我们希望，重新讲一下。世界看到台湾，是看到我们真善美，看到我们优质的民主。新总统昨天就职，今天是第二天。如果我们立法院再发生冲突，我们怎么交代？所以，我诚恳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委员，柯总召、吴思瑶干事长，能不能请你们委员安静一下？我如果讲完我心里的一些感想，你们不接受，你们再表示意见。针对讨论事项第一条，本席在党团协商会议的时候，曾经提出，我们逐条讨论，每一个党团各派一人来发言。发言，我们开始处理党团的版本。规则来处理，现在休息。